这次羽翼招标没有通过中介公司，所以我想来华生看看，应聊意愿。啊，我们华生非常积极的在准备贵公司的标，已经开过动员会了，啊，现在正在出方案阶段。 肖总，啊，没有，他是不舒服吗？没有。什么事？谢谢。不好意思。肖总啊，我看看。我们华生的实力毋庸置疑，我可以这样夸下海口，在国内，我们就是翻译界的第一把交椅。嗯。 啊，这位是林夕部门新来的小语种大神程耀，我知道。嗯，既然肖总也知道我们的程耀，那这样了，相信应该是对我们华生的实力非常放心的。嗯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临时要上个会。哦，您先忙，先走一步。嗯。 肖总出事了，董事会那帮人借炒掉中介公司是来兴师问罪的。先稳住他们，马上来。只要这单子呢，羽翼给他们，返点好说。哦，如果你们担心的话呢，接音季天宇也可以考虑。不过我可提醒你们啊，这返点呀，还就是永运给的最高。哎，只要这。 这就是你们要的理由。现在竞标在即，按照流程审批挂标书，招标会恐怕无法进行，所以特事特办。肖总说特事特办，咱们也无话可说呀。只不过现在代理公司没有了，谁来做供应商目录？谁来审核资质？ 啊！对啊，这事儿不好办，谁来负责？刘总监，您是采购部的老大，那你说说看。我们的人手上都有项目在负责，这么突然，很难协调啊。 那就我来吧。你疯了！现在是2.0版本关键节点，你怎么抽得出时间搞这个？我下的决定，我负责。
肖总，给，包好吗？肖总，喂，忙了这么久，就吃这个。下一家约了下午3点，本工作都结束了，我请你吃好吃的。但这明明不是我们的工作呀，采购部那帮人明显在推诿，实在不行，总裁办也可以临时抽人的呀。这么辛苦，您何苦亲自跑啊？这都看不明白吗？无论是采购部还是总裁办，包经理他们都有人来盯着。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让 IPO 上市，过程累一点就无所谓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开车一会儿。下一家不是3点吗？你爸妈不是来香港看你吗？陪他们逛逛。啊，肖总，赶紧下车，那么多废话。那我走了，你注意休息啊。